太白淨咧，整到咧條頸同塊面咧鴛鴦色就好樣衰。應該我會教，即係同大家分享喺邊度落啲光位咧，令到個人咧就硬啲嘅。OK， 你唔使驚，我今日全部介紹俾大家嘅都有優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姚靖生活 Yo's Life 啦。因为很多女性观众就话想我分享咧关于护肤和化妆的心得。咁我今次一集过满足大家，跟大家分享化妆前的护肤啦，同埋化妆的基本技巧，很 basic 嘅，好容易学的。咁我冲完凉再 show 俾大家睇 ，OK？ 好啦，啱啱冲完凉，依家抹咗个面之后再影 ，OK？嗱，咁我沖完涼啦，咁抹翻乾淨塊面，我就會用呢個 High Full Water， 我叫做 High Full Water， 其實佢有個名嘅，佢個名咧係定格塑形液，咁佢液態嗰啲 High Full 啦，咁咧我就會咁樣爽膚水咁樣噴塊面，係啦，你唔使驚，我今日全部介紹俾大家嘅都有優惠，我會喺畫面俾翻大家睇，咁咧佢有補水啦、提升啦嘅功效嘅。仲可以緊緻毛孔，咁你噴咗上去咧，就可以拍下塊面先 ，OK？ 係啦，我植咗眼睫毛，啱前幾日植 ，OK？ 但係個下巴山有啲蒼蒼，因為我就快 M 級 ，OK 嗱，咁咧拍到差唔多吸收曬嘅時候咧，就你可以搽眼霜啦，係啦，我平時用嗰個眼霜好求其嘅，就咁喺普通美容店買嗰啲，呢個牌子都有眼霜，但係我就冇買，因為佢咧好多產品咧，一間有啲咧防曬咧都可以搽埋眼嘅，咁但係咧我呢啲仲有得用啊嘛，我用曬呢啲先買佢哋嗰個眼霜，咁咧就係咁樣搽啦，咁樣兜圈喺呢度向上條眉咁樣打圈打圈咁樣轉落嚟，按摩下隻眼咁樣撳下咁樣 ，OK。唔好介意我冇望鏡頭，因為我望住個電話化緊妝，搽緊，當個電話係塊鏡我而家。好啦，搽完眼之後咧，我就會搽佢哋嘅。其實呢個牌子你有冇用過 ？LRB， 其實喺 HK 嗰度咧都有得賣嘅，但係今日嘅推廣價係平咯。呢個咧就係叫天仙露，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咧。好似人哋嗰啲神仙水咁，但系呢个叫天仙露。咁咧呢个咧系可以，我擠啲出嚟先啊，好正。呢个咧敏感皮肤咧、暗疮皮肤都啱用，好似 gel jelly 咁样。最正咧就系呢个，我会配合埋佢呢个 magic powder 维 C， 呢个有美白嘅功效。咁样倒少少粉落去 ，OK， 捽匀去。我平时就系咁，呢个有美白，你可以咧搽啲暗疮位啊。我主要都是搽佢喺啲 T 字位啊、雀斑位啊嗰啲咧，其實我成塊面都搽曬，唔好嘥。個維 C 粉咧搽咗咧，你會知，你會感覺到搽一個禮拜到你就 feel 到佢係白淨咗，同埋啲斑咧係淡咗，所以你一定要勤力噶，呢啲唔可以話偷懶。咁我用維 C 粉，好平咋，等下先，我 mark 低咗，佢原價200蚊。一樽嗰啲維 C 粉咧都係150蚊，同埋呢個天仙露咧本身係640，依家420。嗱，你聽落好似好貴啦，400幾係咪一樽嘢？但係一間有啲套裝咧，我自己就會推介個套裝嘅，因為咧個套裝咧係超平啊，1600蚊唔使，有7樣嘢嚇，佢原價係3000幾蚊 ，OK。如果你原價買佢逐支買，加埋係3000幾蚊，咁 OK。我依家搽完呢一個嘅 Magic Drop 天仙露之後咧，呢個係可以舒緩敏感啦，平衡啲油脂啊。譬如我暗瘡位發炎咧，佢可以舒緩。我成日都係直播，我都係成面都搽，基本上，因為我皮膚都係比較敏感啲。OK， 搽完呢個咧就搽保濕啦。哇，呢個正，
呢個保濕露 ，OK， 保濕霜。啊，呢個咧高度保濕，好抵，原價900蚊，今日580蚊，散賣啊，套裝就好平。套裝咧圍翻咧，其實好似係套裝係圍翻一支，除翻開啦，1600蚊七支嘢，圍翻幾多啊？200幾蚊一樽。嗱，同大家講，佢全部產品都係 made in France 嘅，法國嘢嚟嘅。佢係1997年有26年歷史嘅啦。1997年開始創立呢個品牌，法國品牌嚟嘅呢個。咁咧我就會查呢個咧保濕精華，其實都唔使擠得多，就係擦埋條頸先。佢有高度保水鎖水，改善乾燥皮膚啦。咁就啱曬秋冬用。嗯，好香啊就。我咧平時搽 cream 咧就捽咗一隻手，有啲温度咁樣搽落塊面，按下佢，按摩下佢 ，OK。因為咧係有大豆蛋白啊，可以咧鎖住我哋肌膚嗰啲入邊嗰啲底層啲水分啦，可以改善乾燥啦，咁咧好正啦，就修護我哋缺水嘅皮膚，好飽滿啊，係啊，搽咗之後好滋潤，拍下佢嗱，你搽完之後咧香水。都唔算多啊！頭先搽埋條頸 ，OK。咁之後 OK， 搽完精華，搽完啊防敏感，之後搽咩咧？依家咧，梗係搽 make up base 啦，因為我要化妝。因為咧，如果你唔化妝咧，都同大家講，我平時用嗰啲我攞曬出嚟。我有兩支防曬嘅，咁佢唔係高度防曬，係20度，唔係話好，唔係俾你暴曬嗰啲嚇。兩支都是防曬的，但係咧呢一支細支嗰啲咧就係有少少白淨少少嘅感覺嘅，搽咗落去，咁咧就呢一隻咧就平時咧，不如我試下兩隻都搽俾大家睇好唔好？咁佢又全日補水缺水啦，咁嗱入邊有啲白色咧咁樣 ，OK 呢一支我試下一邊面搽一隻，另一邊面搽第二隻俾大家睇好唔好？兩支都是可以做 make up base， 兩支都可以搽眼嘅，唔驚嘅搽眼。咁咧佢可以做 make up base 啦，或者你平時防曬咧都 OK 嘅。平時出街呢個都夠噶啦。我呢個就搽另呢一邊嘅，另一邊咧有少少白淨少少，我就係搽呢邊。嗱，呢個有保濕鎖水啦，全部都係保濕嘅。今日介紹俾你哋呢啲，有防輻射啦，咁咧又可以阻隔啲車啊、塵啊、污糟嘢。呢個又防曬。好香噶呢只，睇下見面啊，白淨啲，比呢邊白淨咗少少。咁你而家唔係白曬曬啊，大佬係咪先？咁咧又滑啲嘅 ，OK， 搽啲唔錯啊。呢一個我允許啦，你用呢啲之前，呢個咧就係幹細胞，幹細胞嘅 4D 乳霜咁樣。呢個咧就會更加白淨少少嘅，差唔多用曬，死啦！仲有冇咧？呢個就再白淨少少 ，OK， 捽勻佢喺個掌心。咁我平時咧其實捽勻就成塊面就水好多啫。嗱，呢個咧就白淨啲，又唔使擠咁多。我今次重手咗，因為就快用曬咧，我擠多咗。咁樣，搽埋頸咧，咁樣咯。即係呢個就會白淨啲，又係搽到眼嘅。咁呢個直情你可以當，即係你唔好化妝。但系就會精神啲，膚色均勻啲就搽呢只，唉，搽曬佢啦，不如嘛，差唔多。兩支都可以 make up base， 呢支細嘅咧仲可以，因為佢有魚子精華，仲可以咧抗衰老啊。呢一支可以刺激骨膠原再生啊，真正舒緩肌膚，好香啊呢啲嘢，係啊。佢又有番茄幹細胞咧，可以激活沉睡咗嘅細胞 ，OK。兩支都可以當 make up base 嘅，唔好嘥錢買 make up base 咯，買呢只啊，好平啊！呢只幾多錢啊？呢只細支嗰只就原價240，依家我俾你哋嘅快閃優惠價，因為同代理傾咗，就200蚊一樽仔，你可以買翻去試下。咁咧，我自己就覺得咧，今次咧嗱有六支嘢介紹俾大家啦，咁咧你可以散買，但系咧套裝咧就一定抵好多。同埋咧，買滿500蚊咧，就包香港本地郵費。其實咁樣已經可以出到價，白淨咗係嘛？搽埋條頸，
其實咁樣都可以出到街，吹下吹埋個頭，都唔使化妝嘅。OK， 洗下對手之後開始化妝。OK， 嗱，其實咧，依家其實已經白淨咗好多，比起頭先係嘛？係啦，咁依家化妝我就用 Clarity 嘅濕粉啦。OK， 我就係用020嘅 number， 之後我就攞少少撩一少少出嚟，之後擺落隻手嗰度搓暖佢，之後擦落塊面。系啦，其实咧，我出呢条片之前咧，有 at 我 IG 嘅朋友就有着数咯，因为咧，我早一日咧已经咧摆咗喺 IG 呢个优头先嗰啲优惠片头嗰啲优惠套装同埋独立嗰啲套装优惠，即系已经俾人饮咗头啖汤，所以叫你嚟 at 我 IG， 扫一扫画面个 QR code 就系可以 at 我 IG。嗱，濕粉咧我就中意用手化，有啲人中意用 pot， 我哋中意用手嘅，系啊。咁咧頭先嗰支makeup base 大支嗰支咧，就原價係700蚊，依家係特價500蚊啫。但係所以話買套裝好抵咯，你依家一支都500蚊，咁你買套裝咧係包含曬所有嘢，買2、3、4、5、6，即係頭先我所有成套嘢。仲要多一支magic powder 維斯魔術粉，都是1588蚊，有齊咁多嘢，有幾多樣嘢啊？7樣嘢，係啦，即係6樣嘢，但係就送多一啲，送多2支，即係1588，係有 magic drop 啦，即係暗瘡皮膚、敏感皮膚都用得嗰支啦，之後就UV makeup base 啦，即係有波波嗰個啦。同埋咧，就有保濕乳霜啦、納米保濕嗰只啦，同埋有我噴面嗰只 High 乎嗰只噴水嗰只，之後再有細細樽白淨少少搽咗嗰只。如果唔係冇乜嘢遮咧，就唔使遮咯。但我有少少瘡位，我想遮有少少瘡位。應該我會教，即係同大家分享喺邊度落啲光位咧，令到個人咧就硬啲嘅。OK， 點翻啲遮瑕膏先，吞翻勻啲遮瑕膏先。我就全部都中意用手指。我以前咧學過啲化妝咧，啲老師咧都係用手指，因為你有手指有啲温度啊嘛。不過 pot 有 pot 嘅好，手指有手指嘅好。OK， 搽曬所有嘢之後點啊？定妝要定妝啦，而家 OK。定妝之前咧，你最緊要嗰啲眼嗰啲接位咧，你要推翻啲濕粉啊，好樣衰，推翻啲濕粉，唔好有條痕喺度喎。你定妝之前咧，要執靚咗個底妝先 ，OK， 執咗先，之後咧搽勻啦，你覺得係勻潤咗啦，勻潤咗，我要望塊鏡 ，sorry， 勻潤咗就可以落碎粉去定妝 ，OK。咁咧，如果你咧未定妝咧，你隻眼眨眨眨咧，佢有條坑喺度咧，你定妝咧就好肉酸，所以你落碎粉咧定妝之前咧，你一定要抹翻嗰條痕去啊，嗰條痕咧，如果你定妝咧。你冇抹嗰條痕咧，嗰條痕就仲喺度啦。咁就一眨眼俾人見到就好樣衰啦。嗱，你買粉底千祈唔好買太白淨啊！太白淨咧，整到咧條頸同塊面咧鴛鴦色就好樣衰。所以咧，你要揀翻自己適合嘅粉底。如果你去化妝 counter 咧，你試喺呢啲位，試喺呢啲位就好啲咯。如果你唔試上塊面的話，就試呢啲位。OK， 咁依家 OK 啦，我撲咗啲碎粉落去。唔再即係比較乾身啊！我塊面以後就可以梳下其他地方 ，OK？ 係啦，咁咧我有兩個掃，一個係我嚟掃眼睫毛啦，上下眼睫毛，因為我啲假直落去啲眼睫毛要梳翻去，可能有啲碎粉咧跌咗落去棘住，咁就可以梳翻去啦。上下眼睫毛，同埋眉毛啦，條眉我都唔使畫嘅，基本上我係紋，我係飄咗眉啊嘛，霧眉啊嘛。咁我就咁梳翻啲濕粉碎粉出嚟，咁就啲色就會明顯啲啦。OK， 呢邊都係咁。嗱，梳完條眉之後，我就開始打光影，因為咧你白色咧就乾淨過啡色噶嘛，暗影係啡色噶嘛，你冇將啲啡色推去光黑白色嗰啲位。咁咧嗱，呢啲唔係眉骨位，要打亮佢，你唔好話一劈擺落去，你要推下佢。推散佢，但系個主要位咧就喺呢一個位，
眉骨呢個位 ，OK， 就 3D 啲咯效果。上面咧就係咁依數啲，上面呢位係咁依數啲，啲雲睛位 ，OK， 雲睛位。你唔想啲色太實咧，你可以 high 咗之後印一印，之後印咁樣 ，OK， 咁樣雲睛位，漲啲啲飽滿啲，呢啲位啊眉上面啲位咯，係啦。鼻咯喎，鼻係點打咧？你唔好一辣個咁辣落嚟喎，你鼻咧就咁打鼻梁嗰度得啦，鼻梁 OK， 鼻梁呢個位同鼻頭呢個位 OK， 咁係咪已經上鏡已經閃，即係突出啲啦嘛？呢個位 OK， 好，仲有淚溝啊，最緊要呢個，我第一次望住個電話喺度化妝，呢位咧就突翻少少上嚟。冇呢邊咁凹咁，呢度有少少光影，見唔見啊？喺呢個三角位，呢一個三角位，即係呢一個，呢一個位打，即係喺眼套下面嗰個位打，咁樣推開佢，望翻埋鏡先得喎。啊，係啊，咁樣三角位，同埋呢個虎紋位呢度。又是在鼻那裡，又是打這個三角位，即是笑，即是這個這一個位打三角位，這一個位打三角 OK， 這個印點在這個紋下面印點位，讓它填漲一點，那你那個虎紋位就沒那麼深了。還有木偶紋位，這些位都要打三角，這些位打三角，還有下巴位這個漲卜卜打去呢度閃啲，白啲呢個位 ，OK， 仲有呢、這個 ，OK， 啲光影打咗啦，之後咧我就會搽胭脂先嘅，之後我先至打暗位。嗱，胭脂我又係用 matte 咯，係呢個 number 係好自然嘅。呢、這個是 MELBA 嘅，係啦。咁搽胭脂，捽捽捽，燉下啲胭脂，冇咁實。之後就搽呢啲位，笑，係啦。即刻精神好多，係咪？有啲胭脂喺度，邊度白曬曬，邊度有啲胭脂色 ？OK， 好淡妝嘅啫，依家我呢個係。好自然嘅，因為我植咗眼睫毛就唔使黐啊嘛。係啊 ，OK， 咁樣推翻開少少，梗係唔好話兩撇紅啫喺度咁樣，係啦，咁推開少少自然啲 ，OK。之後我哋就落暗影咯，依家打下啲鼻啊，打下啲腮位、瘦面 ，OK。嗱，呢一 set 所有喺淘寶買嘅啫，係我以前唔係有啲呢個都係咩嚟嘅？呢個我唔記得咗，呢個咩牌子嘅？係啊，咁唔好買其他牌子啦 ，OK， 冇優惠就唔好講俾大家聽。咁呢個就係都係暗影，俾我跌碎咗，仲有少少，仲有好多不過嗱，暗影係打邊度？打隻眼，掃少少，即係攞紙巾印一印，唔好咁黑，即係唔好咁黑。呢眼窩位，眼窩位 ，OK， 少少得噶啦。推翻開佢 ，OK， 眼窩呢一度又係掃咗之後用紙巾擦兩下，如果唔係你一撇咁樣好深色咧就好樣衰。喺呢啲眼窩位，即係呢度有個骨噶嘛，有個骨就喺呢個位嗰度 ，OK。咁之後鼻影係點咧？喺呢個眉掃落去少少好啦，唔好咁重走，一間變咗趙薇嗰個少林足球。咁、那個鼻咧？可以喺呢度，呢度鼻頭誇誇少少，係啦，有冇明顯啊，大佬 ？OK， 就係咁，呢啲暗位，咁咧呢啲細緻位就用個細啲嘅掃咯。咁咧之後咧打啲腮位，用大少少都得。OK， 掃兩下，印兩下之後喺呢度掃落去，瘦啲塊面 OK。你有冇落咁多黑蚊蚊啊？你塊面噶咁樣，依家呢邊係瘦啲咯。OK， 到呢邊打埋，
輪廓係咪分明咗？一陣 cap 翻頭先未化嗰個樣先。咁啲髮際髮邊位掃下佢，係啊，掃下啲髮邊位。OK， 咁就得噶啦。咁咧其實光影咧，你可以咧個額頭都打少少，但係其實我齊音啦，我一陣整齊音出去咧，我都唔使點樣整呢個數，打下個額頭。T 字位，咁就完成咗今日呢個好簡單嘅化妝。咁我啱吹埋頭出去揾耳鈴啦。咁到時揾到耳鈴就再影相俾大家睇。嗱，今日個妝好自然。我潤唇膏咧，我搽好淺色嘅有色唇膏，或者係唔搽，我就搽潤唇膏。嗯，都已經夠色。咁就化好個妝就。是不是很簡單，即好像掃了很多東西，但其實它不是說很濃妝這樣。我眼線都沒有畫，因為我整了眼睫毛就沒有畫。是啦，那就再跟大家說啦。那呢這一堆的產品大家記得搶購，因為呢優惠期是很短，至到22號就拗到這個優惠。但是呢22號呢就好像還有幾天，是不是你自己看時間，因為呢賣曬呢，未到22號賣曬呢就已經冇噶啦，到時唔好話俾我聽，哎呀買唔到啊，可唔可以傾再俾多啲優惠？冇啦，真係冇，呢一個優惠係拗咗好耐，即係我自己用開，我同代理傾開，我可唔可以俾觀眾優惠大家，或聖誕節佢哋都要 sell 下，即係大減價啊嘛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就拗咗呢個優惠俾大家，咁我就建議大家買套餐 C， 一定要買套餐 C。如果我呃你都係呃你1588蚊，如果唔好用嘅你可以 unfollow 我 ，OK？ 因為呢個我用開嘅拉係好好用，咁你記得去掃下畫面個 QR code 啦，或者 WhatsApp 咧都可以買嘅。仲記得 follow 我 IG 啊，下次再見，下次再分享第二樣嘢好唔好啊？揾緊睇下我吹完個頭係咩衰樣，之後我出去同耳鈴影張相俾大家。下次見，拜拜。係好啦，我化好妝，吹埋頭啦，咁求其吹直咗嘅啫。我依家咧約咗耳鈴姐飲嘢咯，我喺條街嗰度等咗20分鐘啊，遲到啊，嚇，真係。呢個八婆終於嚟啦！呢個八婆等咗30幾分鐘啊啦，唔影你咁靚打格仔，幾靚戰鬥格，戰鬥格今晚，耳鈴姐。好靚啊！今晚溝好多仔啊！話俾你老公聽。